三代白玉蟾祖师，东土七代白祖慧玉蟾自如慧号慧琼子，道号白衣居士，乃南岳大帝化身，降生曹溪，是玉六祖被恶僧寻追，救祖隐于家中供养敬上，是无师。六祖见其善根深厚，遂受密法，主以火宅修炼，净度僧尼，命与马祖同掌道统，开化江西庐山说法度众。第五十三代马端阳祖师，东土七代马祖慧端阳，号道义居士，系西域十二代马明尊者化身，降生于曹溪，与马祖善交，常至白家的参谒六祖，祖见其德慧双美，遂受密法，命同白祖兼掌道统，隐居于庐山岩，教说法度人，后将道统传之罗祖执掌。第五十